因为你们这种造假的人才会用那种造假的心态去看着别人。我现在公开的是我美国车友的成绩，我现在公开的是我车内的事情。杰尼龟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来破这个记录，我给内地的朋友两年的时间，只要两年以内有人有办法像我一样的情况，用一样的条件破我的记录，我都捐款100万人民币。这句话两年内有效。加油，汪国信！加油，汪国信！加油！好，我们在问廖老大，加油好不好？廖老大，加油！4月6号，我们在所有的媒体及10000多位观众的面前，还有10万的直播人的面前，我们打龟号创下了8.72秒的成绩，也打下了杰尼龟所保留的8.93秒的记录。我的对手说我的成绩是造假，我想这样说，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点点滴滴的改装，大家都看在心里。你觉得如果我需要造假成绩，我需要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改这台车吗？造假，何谓造假？我在10000多的观众面前，我在超过15家媒体的面前，我在超过10万人看直播的面前做下来的成绩，何谓造假？因为你们这种造假的人才会用那种造假的心态去看着别人。我现在公开的是我美国车友的成绩，我现在公开的是我车内的事。我想这么跟你说，杰尼龟，如果你想看到我大陆的车雅成绩，你想看到我大陆的车雅视频，我可以公开给你，没有问题。第一，请你先将你的车雅成绩先给大家看清楚，8.93秒是你先创下来的，你是不是应该先公告给大家，每个人都知道你这个8.93秒是造假的，车雅没有锁在车上，而且你的8.93秒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可以作证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最起码我是在所有媒体观众的面前，我的车雅是锁在车上，合理合情的去跑这个比赛。接下来请你履行你的约定，去捐款100万人民币。你捐款了100万人民币以后，我自然就会把大陆的车雅的成绩及大陆的车雅的视频上传网站公开给大家看。如果你违反这100万捐款慈善的约定，我没有必要给你看任何影像，我也没有那个必要上传那个不公正的车呀。最后我想说，内地的所有的朋友，只要是玩零四的人或是玩车的人，你只要跟我用一样奥迪 TT5 当发动机，在10台电视台的媒体面前，10000个观众人朋友面前，10万个直播机的粉丝面前，在一个合法申请政府的道路面前，做出8.72秒以内的成绩，我廖志贤立刻捐款100万人民币，不管任何人做得出来，我都接受。杰尼龟只给我2个月的时间来破这个记录，我给内地的朋友2年的时间，只要2年以内有人有办法像我一样的情况，用一样的条件破我的记录，我都捐款100万人民币。这句话2年内有效。